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是家人们？是不是？他应该是总觉得我把他就是抛下了。你越这样去做，他就会越什么适得其反，知道吧？你看你那天你走了，你看他哭的跟啥一样，你看那个样子，家人们看到没有？那天你一走了，他觉得没有依靠了，瞬间他就，是不是家人们？瞬间他就觉得啊，我可能没有那个了，是不是家人们？你看那天你一走，他立马就，是啊，他说他要改了，他就说他要改了。你看你一回来过后，你又去这么去做，你又去这么去做，又这样了。嗯，哎，对不对，家人们？我说的对不对？他觉得他有依靠，他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发泄他自己想要的这种。对不对，家人们？嗯，对，在老家，在阿子的老家，在阿子的老家是小妈惯着他，所以说他可能在本地就什么呢，就谁也不怕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没有人欺负过他的，他们，对不对？可能如果有人有人去欺负他，首先他体格子那么大，可能一般人也欺负不动他，对不对？他体格子那么大，他可能一般人也怕他。然后就算他吃了亏，你的小妈也那么强势那么凶，你小妈也会去为他打抱不平，为他去出头，对不对？所以说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说了算。嗯，霸王话，有的家人们说霸王话，是不是家人们？所以说你现在他就是现在你也在犯错，为什么呢？你一再惯着他，一会儿啊他有没有吃饭啊，一会儿他可能没睡觉，一会儿可能他心情不高兴，一会儿他又有危险，你这么去把他去我也想让他长大呀，你这样他是长不大的。但是你看我们出来也对不对，他把他一个人扔到这里，我确实，我说实话我心里面是，家人们觉得阿子这样做对不对？就是时时刻刻就害怕他受到一点点的挫折，害怕他受到一点点的伤害，害怕他啊吃不饱饭，十八九岁的人了，这样做对不对？你们觉得他做的对，阿子这样做对不对？我觉得就不应该这样，有些时候我觉得我都不能够再这样去惯着他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再去惯着他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都有点忍不住了，一两个月了，越来越过分，又不讲道理，对不对？让他回去他也不回啊，让。因为这一次出来，为什么我有点脾气，有点上脾气了，家人们，我有点上脾气了。为什么会上脾气呢？因为家人们，因为就是我觉得我是带着阿子出来谈工作，啊，也是该玩，也带你们去玩，带你们去这里玩那里玩，也带你们去玩，我也带着他去玩了。但是谈工作，他不能够来别人公司里面那去闹，丢死人，是不是家人们？你在我们自己的公司里面，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啊，闹一下，我觉得没所谓，对不对，家人们？不管他是吧？你不要太紧张他了，你这样。主要是他现在不愿意留下来，他非要跟我们走，那你说怎么办？他一直跟着我们。我如果说阿子，如果说这一次去，我今天当着直播间五千多人的面说，如果这一次我们去浙江，你带着他，那咱就不去了，没什么好去的。我没有说带着他，我只是觉得他一直叫着去。那就让他待在这里行不行？你要表当着咱直播间这么多五千多位家人的面表个态。我是行啊，我是他待在这里行。那就对了。因为我知道。那你到时候你也别心软，说哎，到时候。
你不要去心软，说还是一种带着他吧，老板带着他吧。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就说好了，咱现在就说好了，明天我们出发就不带他，行不行？你别到时候说，哎，害怕他吃不饱饭，害怕他跑丢了，我就不信这么大个人，他又不是傻子。你当着我们家人们面去表态，明天我们出发不带着他，行不行？你不要犹犹豫，我是可以不带着他，但是他闹怎么办呢？如果他闹，就是我也是个问题啊，我是这样说的呀。家人们，你问一下家人们。我也是这样说。如果他闹怎么办？闹的话怎么办呢？家人们，如果闹怎么办？如果闹怎么办，家人们？阿紫也不想带他，但是会被妹妹的这种行为，然后改变自己的。你看我长那么大都没有看过他哭的，无缘无故的，刚刚都在那里哭了。他觉得每天我们就走了，就是这样故意抛下他一样，知道吧？他的思想，他觉得我们就是去玩一样的。我跟他，你跟他讲道理，他又不听，对不对？咱们先说好，如果明天他要去的话，我不去了，我不想把你，我知道，把脸丢到外面。我知道带他去会很丢脸，也会给你带来就是工作就是不好。哎，这是也算是你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能让你带你出去学习，见见世面，见见这些大的场面，接触一些更正能量、优秀的人。我希望你能够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明白吗？明白。我是希望你出去成长，而不是出去过后去丢人。我们不想让家人们觉得咱们把什么事儿都办不漂亮。是不是？要不陈总我们就回去了，你现在你也没给我们准备，确实你也没准备，那么也回去了吧。确实因为我们、没准备啊，因为这个东西大家也有点仓促。昨天家人们抢不到，今天整半天也确实没给我们准备的。对，因为确实那我们回去了。哎呀，这个搞得有点尴尬，你看让你们。那我们回去了。这样吧，易总哈，今天我们后台确实出了点问题，上不了。我今天把我那个压箱底的那个报告给你拿出来，好吧？你什么？我给你表表诚意，行不行，易总？有什么压箱底的东西啊？家家都能用上的。家家都能用上的，可以吗？要不算了吧？你看一下吧，先看一下家人喜不喜欢嘛，好吧？可以吗？来吧，我们经理给他介绍一下，给带看一下。没事，有好来吧，因为确实。这我说我们回去了。可以吗？因为确实也是搞得很不好意思，讲句实在话，来吧，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东西的话，这个东西大家有没有平常有没有用过呀？家人们见到过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你们有没有用过？因为这一款的话，其实我们做外贸的话，这一款是我们的主推款，讲句实在话，也是我们口碑啊各方面。我能信你不？你这个你完全可以拿回家自己去体验的，好吧？不是，我不体验，你这样现场测试。哦，我现场给你测试一下好不好？其实像平常我们家里面很多家人都用过燃气灶啊，是不是？电磁炉呀，明火灶呀，应该很多家人在用。这个电陶炉是不是用的比较少？嗯，用的还是比较少。电陶炉，对，我们这一款是电陶炉。电炉它是比那个明火灶燃气灶火力要更大，比家里面的那个电磁炉我们是要更省电的。给你们看一下细节好不好？因为说句实在话，你不管是电磁炉也好，燃气灶也好，你要看细节，你要看它的机身。你看一下我们家这一款的话，是我们德国的特帕聚能环威的一个金刚控制面板，你可以进去再来看一下，一炉多用的，它是不挑锅具的。你们拿回家，你像家里面的什么砂锅呀，你看像这种玻璃的玻璃杯呀、玻璃壶呀，包括炒锅呀，都是可以用的。这个玻璃杯都可以用啊、哦。对，你看像这种玻璃壶，我们都是可以用的，而且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好不好？
能够做到三秒速热，而且三秒变红，你们可以近距离看一下，而且它的能够达到什么100瓦到2200瓦的一个功率，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细节好不好？而且我们这个是一键操作的一个控制面板，你看蒸煮也好，是不是1600瓦了啊？烧烤还有我们的爆炒，它是焖蒸煮炖煎锅炸烙，样样是可以的，而且带着，对，是带着一键烧烤，是纯机身的啊，无烟无烫，绿色环保，省电节能，不调锅具，火力还大。看一下，来我给你们看一下细节吧，好不好？来你们看一下，其实任何锅具你都要看一下细节，你看我们都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304不锈钢的一个控制面板啊，整个机身的话我们是带着360度的一个无速，来你看无极变速旋转的，无极变速旋转，我们是有11个档位可以做到精准的控时控温的，所以你们拿回家你们可以很快的感受到我们2200瓦可以达到多少火力，700度的一个火力，你们可以看一下700度的高温哈，差不多3个小时2度电，就是你一顿饭的话一天花不了几毛钱，我们是这个全新款新国标新能效的哈。是的，而且我们你不用担心它漏电，你看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好不好，你看那你们平常的水啊油啊洒在这个上面它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而且我们是一键可以擦的啊，清理起来也是很方便，你看这个湿抹布轻轻一擦干干净净，对不对？平常我们啊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家今天这一款，你们看看我们是带着什么电偶吸还有童叟保护装置的，你像老人啊小孩子用啊都是非常方便，尤其是你说现在天气比较冷了，对不对？拿回家你像中午没吃完的饭菜啊调到200瓦，那我们可以到了晚上可以直接吃。那么厉害应该很费电吧？不费电，这个是我们家主打的一个特点，为什么我们在国外卖的很好，因为它主打的特点就是它节能省电，比电磁炉的用电量要可以节省到30%左右，你们拿回家你看啊，一家人吃个烧烤，对不对？尤其是我们平常爱喝茶的家人呀，你们泡个红茶，煮个咖啡，热个牛奶，热个豆浆，咱们方便又便捷，而且我们全机身防水防漏电，冷热交替不爆炸不易锅的。你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像一般你们可以去了解一般市面上那种燃气灶啊，这个煮茶很好吗？对，煮茶你看一下是不是很快的，它烧水的烧水比市面上要快到2分钟左右，比普通款的那像明火灶也好电磁炉也好快了2分钟左右，这个是我们经过多次测试的啊，也是我们家的一个亮点。而且你知道吗，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家这一款的定时，一般你们去买国内一些大品牌它的定时只能够达到多少分钟，100分钟就是天花板的，是不是？我们家可以达到180分钟，就是您看啊，我们晚上要做菜，但是家里面的孩子去接到放个学，你都不用担心，哎，他烧锅了，他糊底了，是不是？你定个时啊，咱们炒菜也好，煲汤也好，非常的方便的。那段总，那你如果说你今天你说要给我一个压箱底的东西，那我问一下，价格呢？如果价格不合适，我就扭头就走了。嗯，我就走了。就是我今天其实我过来我就想其实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句实在话啊，直接改79吧，好吧，79，家人们，79，老婆你确定吗？对，79，我们也不演不什么的哈，没有什么剧情什么剧本的，知识全网比价。是的，79，家人们行不行？我的钱，这个东西79，79，这个79，讲句实在话，我在我们工厂做了也差不多有10几年了，真的，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价格。79行吗，家人们？而且还给大家包邮，你想一想，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运费险这些，你们看，真的，你成本连个边都完全是找不到了，今天，这我们老板真的是拿出诚意了，这个，都说不好用。不好用的话，家人们，你们拿回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有7天无理由是不是？当然有的，7天无理由。你看它是真正的，你像家里面，尤其是烧柴火呀、炭火呀、明火灶、燃气灶，包括那些电磁炉，你们都可以去对比的，好不好？你看它的烧水速度也好，而且它的爆炒也好，烧烤模式对不对？它是能够做到快速的，能够比那个电磁炉省电达到30%的。保质期呢？保质期，要不这样子吧。如果说我们也拿出我们的诚意，我们同样给大家做到1年免费换新机，好不好？1年免费换新机。是的。可以放啥锅？
不挑锅具，这一款我们是不挑锅具的。不挑锅具。对，你看一般你们家里面像这种玻璃壶，其实很多像燃气灶也好，电磁炉这个是用不了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家这一款是真正不挑锅具了，你们放心。可以炒菜吗？当然可以炒菜的。可以炒菜、刷火锅、煮花茶都可以的。马上春节了嘛，不是过节了，一家几口围在一起刷个小火锅，吃个烧烤都是可以的。对，就是一年内。对，一年免一年，如果说一年换新的，家人们。是的，一年换新，好不好？十年超长安全吗？这一款其实买厨房用品，我们第一讲究是什么？就是安不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上了一个电偶吸，还有一个铜色保护装置。是的，看一下我们买东西的话一定要挑细节哈，家人们哈，你们在市面上买的那种，你去看一下是不是全钢的材质，太空铝的一个包边啊，面板的话是德国进口的微晶面板，防爆防裂。你直接拿回家拿个状图给我刮都没关系的。是的，好不好，家人们哈？你可以看一下细节哈，看一下细节。你看这个烧水速度，看到没有？真的是，真的是挺好的。这一款的话，我讲句实在话，真的。家人们，79想不想要？家人们。79想不想要，家人们？想要的咱们直播间扣个一。上吧，我要一台。咱们就讲认真的，如果说家人们想要，就给家人们上；不想要，我们就回去了。本来今天过来也是为了那个炉子的。家人们，79就这东西，咱们拿回家。想要的扣个一，帅哥，我觉得是确实挺好的，都什么都可以弄。想要的扣个一，家人们。哇，79能买到一个这样子一条。79。想要的扣个一。而且他说如果不好用的话，7天是无理由退货的。7天无理由给家人们退。对。一年包、包换是吧？对。对。一年包换。对，一个电磁炉什么都可以用，79。那你今天能给我们上多少台？200单吗？上200单是吧？对，200单。来，家人们，79给今天给家人们上200单，就是需要啊，家人们，咱们直播间先强调一下，就是需要咱就去拍，不需要、对，就不要去拍，不要去拍，就是家里面有替代的这些东西。对。多少瓦？它是100瓦到2200瓦的。应该懂黄的都知道，能够达到2200瓦的话，你看爆炒也好，烧烤也好，做火锅也好，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能够迸发出700度的一个火力的，你们可以去对比一下，好吧？直接烧烤的话，直接放上面就可以了吗？烧烤。对。对，是的，有个那个烧烤盘。你这样，你先给我们家人上，家人们，我先强调啊，我先强调哈，家里面能够就是。有其他替代的就拍，就是没有作用的，家里用处不大的，家人们不要去拍，好不好？对，我希望我的买的129，没事，今天我跟老板说了，直接拿出诚意，79，家里面需要的咱们去拍，好不好？家人们，就是需要咱们去拍。对，天哪，我买成299，有的家人们买成299，就需要的家人们去拍，好不好？其实说实话，你看家里面我们用燃气灶的，你穷光煤气都要130、140的，是不是？上车了，上车了。那帅哥姐们还有老板说200，就是我希望家人们就是需要的啊，就是咱们有需要的，这个煮茶很好。对，我希望家人需要的咱们去拍，就是好不好，家人们？我买的100多，电器。有贵有不贵的，家人们。他已经上车了，帅哥姐们需要的我们就去拍，家里面需要的啊。对，他已经上车了。能炒菜，能炒菜啊，家人们。当然可以炒菜了啊，你也。79，今天给，本来我们也准备走了，然后段总说，拿一个压箱底的给我们，好不好，家人们？对，需要的就是我觉得家人们就是这样，就是理性一点，咱需要的就家里面确实没有，也觉得79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咱就去买，咱就去拍，铁锅也可以用，
是的。铁锅也可以用，家人们。因为不同的渠道、不同的主播、不同的厂家啊、不同的材质，嗯，东西不一样，对，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去辨别，但是他们能够给到我们七天无理由，是吧，家人们？就家里需要的，确实需要的，什么都可以，做个睫毛。对，需要家里面确实需要的，就是我给家人们讲的是什么，确实需要的，家人们可以去拍，嗯、好不好，家人们？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做个睫毛，烧烤啊，煮啊都可以。然后他不挑锅的，什么玻璃的呀，什么都可以。微能付款吗？看一下，应该是可以支付的啊。不挑锅，家人们不挑锅。是的。能拍到一个这样的东西已经非常。他是因为给大家安排了两个颜色。对，不挑锅。可以支付啊，我这边都。可以啊，家人们可以啊，可以付。嗯。吃火锅很方便，就是对，就是一家人三五个人在一起涮火锅还是可以。对。来我家烤个肉片、火腿肠、牛排呀、啊，一键烧烤的。嗯，对。我也可以啊，家人们，我也可以。已经拍了，佳姐，好的好的，帅哥睫毛。右下角小黄车，家人们。对，不挑锅，不挑锅，什么都可以用啊，家人们。可以烤，可以煮，都可以的，所以个睫毛。对，电磁，我们这个是电陶炉哈，电磁炉呢它是挑锅的，必须有磁性的，然后我们是电陶炉，啊，就是你玻璃的、陶瓷的都是可以用，铁的。嗯。质量不同，价格也不一样。对对对，今天也是过来好奇，也是过来就是了解一下，下了一单。就是家里需要的，家人们，家里需要的啊，家里需要的就是拿回家煮茶啊，煮茶，或者说去煮点加热点别的东西都是可以的，家人们。热牛奶、豆浆。热牛奶呀、啊、之类的，好不好，家人们？烧烤盘能不能送、嗯？我们需要的就去拍嘛，不需要的就不要去拍嘛，帅哥姐们，对不对？来右下角小黄车，家人们。不贵，我买的好用。其实它这个面板的材质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可以，其实你看好多人都说，哎，用过是不是？嗯。用过的可能说，哎，是几年前的那种款，它的可能那个机身啊，它就是那种那种钢的、铝的那种材质的，所以你们会感觉到不一样。但是我们。做外贸，你说句实在话，大厂和小厂的品质也是不一样，是不是？嗯、我们厂做这么大，你说实话，细节把控也好，包括这个材质也好，你们可以拿回家去对比，好不好？嗯。因为我们这个价格，讲实话，是我们老板今天确实觉得，哎，感觉到有点抱歉，啊，答应给他上100台，那个壁炉没上。多长多宽？这个长的话，我们是有45的啊，高的 45, 对，高的话我们就是12。12家人们，对对，你像尤其是像现在冬天来了，你说家里面我们住在出租房的呀，是不是我们家里面没打那个灶的呀、嗯、拿回家插上电就可以用，其实是很方便的啊、嗯、对不对、嗯、其实假如实在话，一种白的和黑的质量一样吗？当然是一样的，一样的，家人们，颜色不一样啊，颜色可以炒菜烧汤可以啊，对，可以，都可以的，它是不挑锅具的，而且不挑锅具，好不好，家人们？嗯，焖蒸炖煮煎烤炸烙饼你都是可以的啊、嗯、都是可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给大家里边包边的都是304的一个不锈钢的一个材质的。那你现在能不能有什么东西可以加热一下给我们看看？加热的话你看可以啊，你看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加热一下我们看一下。烧菜有烟吗？肯定有烟啊，家人们，烧菜、嗯、烧菜可以一点，如果没有烟那能把菜烧好吗，家人们？啊，你看一下这个水啊，它是真的可以做到一个塑料的，来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好不好，你看这个是一个没开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这个直接，这个是好像烫了，哦，是我们这个壶，你看太烫了， 对, 对，壶太烫了，壶太烫了，所以它就有烟，你看你有没有，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别的我们因为这个我们是铁锅，可以，可以啊，家人们，铁锅是可以 可以的，家人们，因为我们是样板间，所以说可能炒菜方面的话没准备，讲实话。你要不用那个来烧水吃吧。哦，这个是烧锅，砂锅。来，你把它换成砂锅。这个砂锅大家都看到过，对不对？用砂锅试试。砂锅，我给你们试一下，好不好？给大家试一下啊，你看，给你们试一下。
这个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了啊。来，我给你们对比啊，你看我们是微控制面板的，你需要什么样的模式，你看这个上面都有的，但是它是带的一键，也一键触屏的机身，你们看一下啊，我们真的做了这么厚的一个机身，你们看啊，清理起来打理起来都是非常方便的，你看到没有，我们三秒速红三秒速热的，你们可以看三秒速红啊，对，你们看我们里边都是给大家做的一个，你们可以看德国特帕的一个聚能环卫的一个环保的一个节能的一个控制面板，因为你说句实话，我们做出口的话，各方面的检测也好，对不对？材质也好，我们要层层把关。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保质保量的，对吧？啊、不然我们也做不到这么多的一个出口的一个销量。我讲句实在话啊，这个你们可以放心，你们看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砂锅，你看这个砂锅它都是比较厚的了。这个砂锅都是比较厚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不是能够可以做到砂锅，对，这个就是砂锅，家人们，对，砂锅都是可以用的，什么锅都可以用，家人们，对，我们是不挑锅具的啊，尤其是你看我们只是刚刚倒的是热水，对，刚刚只是测试一下砂锅能不能用，家人们，对，但是你看平常我们家里面那个燃气灶、明火灶、电磁炉是不是你烧个水一般要多久，你烧个水开的话一般也要3到5分钟，是不是？对，我们是真正经过多次检测是能够给大家做到什么，比你们家里面那些电磁炉也好燃气灶也好至少也节省2分钟以上的一个时间，我也可以付款，家人们，我也可以付款，对，至少也节省2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你看是不是，你可以感受到的啊，一说你站在旁边应该就可以感受到它热水的一个速度，是不是，你看一下，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啊，你拍一单就家里面需要的，家人们，家里面需要的，家里需要的就是去拍啊，家人们，耗电吗，这个是你看一下啊，我们这一款是给大家真正做的节能省电的，你们可以拿回家自己去测一下，我们比那个你家里面一般像电磁炉的话，电磁炉它是可以节省到30%的一个用电量的，这一款、你们可以拿回家自己去测，可以对着你们家地板去测的，因为我们是您看我们经过这一款，很多家人用过几年前的款，对不对，我们每一年都在研究，每一年都在改进的，这款是我们今年11月份刚刚上的，你们完全可以放心好不好，因为你说句实在话，你一走我们如果说第一次合作我们都拿的产品不过硬的话，以后是不是更加没得合作讲了，是不是，你也大老远的跑到我们工厂来，你说对吧，也对啊，家人们，大老远的跑这边来就是为了这个。你看我们老板都走了，因为说实话，这个价格真的从来没有过，真的这个价格从来没有过，所以说你们可以放心，好不好？洗衣机有吗？洗衣机有啊，洗衣机当然有。他们有洗衣机啊，这是他们自己工厂加工的洗衣机、啊。对。你们有没有需要的嘛，家人们，来一趟。你们有没有需要的？各种都有啊，因为我们工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砂锅可以煮，可以煮的啊。家人们有没有需要的？我来一趟，反正我们来一趟，你们有需要满足你们。对。家人们，你介绍一下这些洗不？介绍一下吧，来。好的。你介绍一下吧。看，我们有很多品牌的啊。对，咱们今天这一个呢是那个海信品牌。这个是海信的，家人们。对，那海信的家人那都可以啊，反正咱们这个也是国货的老品牌，应该我们的随处那实体门店都能看到，对不对？然后咱们今天这个是个新款，11月份的新款，我们这里也卖得很顶。说的实话，咱们这个也属于很王炸了。今天这个跟传统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它，咱们今天冬天到，必须有烘干。这个呢，它还是羽绒柔烘干。比如说，对，洗烘脱一体，洗烘脱一体机、啊、对，实话实说，不管南方北方啊，咱们现在的烘干这个功能是肯定的要带上的，南方呢有梅雨季，咱们北方呢，咱们冬天啊，咱们这个带烘干的话节约晾晒时间，然后像咱们大件的衣服，像什么羽绒服啊、呢子大衣啊，那些皮皮草草的不用送出去干洗的啊，它直接就可以给你们看看，它烘干出来的话呢，咱们这一个还原衣服的蓬松感，咱们这个呢特别舒服，然后咱们今天这个也是大容量的，大容量的，多大容量？10公斤啊，10公斤，家人们。平时呢，可能你们啊，实体门店看到可能是什么6公斤、8公斤那些是小容量，3-4口人，咱们今天小体积大容量，然后国标10公斤的，国标10公斤是吧？对，可以洗26斤衣服都没有问题的，洗26斤衣服都没问题。然后什么羽绒服啊、牛仔裤啊、床单、被子、四件套，一口气你都可以洗。
而且咱家这一个呢还不用说，一家老小的衣服要分开洗咱都不需要啊。咱们今天这一个呢，实话实说，你们混合洗它也不会交叉感染，为什么？因为我们带有一个食品级巴氏除菌，食品级巴氏除菌这个功能那老牛了，问一下那个专业的那导购，他都会跟你讲，除菌除螨率是达到啊49.99%的。咱们今天呢，一家老小的衣服你全部丢给他，什么内衣内裤，什么小孩子的衣服啊，什么老公臭袜子，这些都可以一口气给你洗得干净，而且呢穿起来特别舒服，带烘干功能。然后咱们这一个一定要看啊，全食活水的，全食活水呢，这一个老式传统的那些都没有，但凡带有这一种的都是市面上卖五六千啊。如果说你的那种水质不好的城市啊，比如说硬水的黄水的，它能做到一个硬水软化，然后软水净化，去污去黄，这些二合一都给你做得到到位位。这里面有十种咱们今天的基础功能，而且这一个60分钟的洗烘，这一个呢说实话啊，实体门就平时那些老式的带烘干的滚筒的，咱也不说什么同类目了，咱们不诋毁同行，随随便便他们那一些呢烘干三个小时是不是很鸡肋，我们这个60分钟还带单独烘干的，有单烘的可以快速烘，咱们今天呢就今天洗今天穿啊，洗完立马上身穿都没有问题。像什么有时候急赶急要穿一件衣服，小孩子什么升国啊，咱们要穿校服啦，校服这一个呢都可以给你做到当天洗净当天穿。然后这一个都是11月份的啊，11月份的新款。咱今天呢如果说还有转速是1400啊，你放心。对，价格呢我比较关心，家人们肯定更关心价格。关系价格，实话说哦，咱们今天呢带这种烘干的，咱们平时在外面看随便你都说没有，少于那5000块钱根本你看都看不到。咱们这个有 AI 预约功能的啊，咱们今天呢带智能投放，一两件衣服的话呢你都啊可以直接交给他，一定看这里对不对，新国标新一级能效，能够给你做到7天啊，7天就用你3到5度电。平时市面上你随便什么格力啊、卡萨帝、西门子那些，随随便便5、6千肯定要。咱们家这一个打完折做活动也是，都是4、5千的啊。但今天这价格，要不易总你跟我们老板谈一谈，看能不能给你个啊？咱今天呢，易总来了，肯定要给面子的。你们老板了？老板。去把老板找过来吧。易总，我跟你讲一下啊，因为这一款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我们真海信的啊，家人们，海信的。海信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应该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款的话，我们是。对，我们官方旗舰店哈，官方旗舰店，我们指导价的话，做活动指导价是2299。今天易总对，今天给易总的话，反正也。聊了这么久了，我们也是很高兴认识易总，认识直播间，这么多家人，今天直接给你们一个破价，好吧，一个地板价格1889，给你们包邮包安装包送货上门，好吧，包邮包安装包送货上门。是的，然后整机的话，整机是多久质保？整机质保啊，咱们的电瓶机电机的话，电机给你们做到12年的质保。整机的话是3年是吧？对，3年换新。整机3年，给你保修，免费保修3年。电机的话是12年哈，给你们保12年。电机的。对，智能变频的电机啊，我们的洗净比的话是1.08了。你像家里面小孩子平时比较贪玩的，对不对？比较脏的衣服，咱们这个都是没问题的。1.08洗净比的话，你们可以去市面上去问一下，它几乎就是至高版本的1.08。好吧，不是1.03，也不是1.05，也不是0.8，是1.08新国标新一级能效的10公斤的容量，带烘干带空气洗，还有一个专门的空气洗的功能哈。空气洗的功能的话，平时我们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有这个男同志喜欢抽烟的，有这个烟味，我们喜欢吃火锅吃烧烤有这个油烟味的，你就可以交给他了。除菌除螨率达到99.99%，平时我们这个内衣内裤你们不敢跟这个外套混合洗的，你交给他。好不好？平时我们一件内衣内裤，我们的袜子，对不对？你不敢混合洗的，你都可以交给他。全时活水功能，带内桶自动清洁功能。内桶的话是360度自动清洁 ，AI 智能投放，好不好？洗衣液我们也不需要管了。海信的话也是50多年的国民老品牌，54周年哈，54周年。但是今天库存有限啊，家人们。好吧，我就讲这么多。易总，什么价格？1889，对吧？1889，家人们。对，因为这个我们是有控价的，
好吧，有空架的大家都知道哈。你这样吧，你给我们挂个车吧，挂个车。对，上一个吧。来，家人们。这个就只有20台，好吧？只有20台。对，只有20台。叫他少一点。你们可以去查一下。10公斤的，对，10公斤的，家人们。是的。全国包邮、包安装、包送货上门的。包邮、包安装、包送货上门，家人们。因为来厂家了，家人们来厂家了，就是我们能够帮家人们就是推荐，给家人们推荐一下，好不好，家人们？平常我们去买个那种，就是家里面有需要换的，家人们有需要换的，怎么比官方旗舰店还要便宜？厂家来了，家人们，咱们来厂家了，家人们。你们这个空调嘞？空调我们有挂机啊，空调有挂机，有柜机。转速是多少？转速1200到1400啊。1200、1400。对，你性价比的话，你看达到1200的转速的话，其实极致性价比了。我讲句实在话啊。它是全国，他说就是网上买，怎么这样包安装？哦，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包邮、包安装、包送货上门，因为你说实话。洗衣机100多斤呢，对不对？你看油费我们都要花的多少，是整机给你们安装好，然后你们收到货以后插上电就可以用的，好不好？有的家人们可能看到这个价格买过别的东西哭晕在厕所了，家人们。是的，我们这一款是小天鹅的。 这款是小天鹅的吗？对，刚才有家人一直在刷小天鹅，这一款是我们。来，你们介绍一下小天鹅的，要不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不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真的。对，咱们的小天鹅的这一个，其实功能上面的啊，功能上面呢大同小异，但是实话实说啊，咱们今天这一款，反正呢也是节能，也是省电的，是新国标新能效的，啊，家人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咱们都是直接问价格啊，家人们，你们真的太直接了啊！先给你们看看它那一桶吧。我们是新款，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不好？对，咱们这里面呢那都是新款，因为你们现在呢，说实话，今天也很荣幸啊，咱们今天大咖来到咱们直播间，3000多人啊。然后这里面呢是国标，也是10公斤、26斤衣服都是可以，都没有问题。然后呢，给大家看看吧，今天这一个呢带有快洗功能，然后咱们今天这一些，反正啊这一些那东西呢，咱们一看那都会啊，咱们那一看那都会的，什么除螨洗、大件洗、羊毛洗、丝绸的、羽绒服、婴儿的，这些都可以。但是呢，实话实说啊，咱今天这一个呢，这一个的烘干呢，它是一个物理风干，它是一个物理风干，它不是咱们那一个烘干的功能啊。咱今天呢，反正直播间咱们今天都是真诚。反正都这一个呢，它就是没有不带那个烘干的，它是物理风干的。然后这一些也是有 AI 预约水位，有智能投放，反正就是一件衣服呢，你是一件衣服的水位，两件衣服是两件衣服的那种啊洗衣液的配比，它不会让你浪费水、浪费电，不会让你浪费时间。快洗功能15分钟给你全部搞定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吧。然后这一个呢，家里面6口人、8口人，咱们今天这个都是主打就是小体积大容量。然后外观呢，咱们今天啊颜值也很在线啊，咱们今天的颜值都是嘎嘎在线的。价格呢？价格还是得跟，还是要去申请是吧？是的，还是得跟咱们的老板谈一谈、啊。你教一下你们端怎么老跑呀？就喊一下老板吧，因为讲实话这一款，因为一总我们也只能够说小天鹅，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对啊。你看大家买过小天鹅的带烘干功能的，你说多少钱啊？平常大家买过的，少说你说带个单烘的也得3000-4000吧，是不是？不是，我你要告诉我价格，我要给我家人们讲一下。价格你们可以去查一查，这一款的话我们是多少的？价格啊，小天鹅的。张总。没有了，你好。小天鹅没有了，对，搞不了，现在缺货了，小天鹅没有，小天鹅没有，对，空调呢，只有空调了哈，空调，这是什么空调？有的是打的哈，也是几十年的国民老品牌了，对，介绍一下吧，对，老牌子了，空调介绍一下吧，空调我们是新国标新一级冷效吧，于总来麻烦你一下，不，这个地方，照一下，来照一下这里吧，新国标新一级冷效了，我们都知道，空调的话冷效等级。越低咱们这个耗电量越低，对不对？制热制冷效果的话也是比较好的，
新国标新一能效荣事达的哈。然后今天这台的话是今天这台是大一点大两匹的哈，可以带个40到50个平方，好吧。如果说有需要空调的这个家人们可以打个一字，我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的，需要的话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不需要的话我们也就不耽误一种的时间，好不好？对，荣事达的哈，几十年的国民老品牌，咱们门店指导价的话也是卖到4000多，你们可以去各大门店，苏宁、国美、万达、家电市场，你们去看一看这款新款空调，打完折卖到4000多，好吧，4000多的空调，今天当然肯定也是有一个补贴价，一个诚意价格给到大家，给你们包邮包安装，好不好？两匹的哈，两匹的，立式贵级空调，好吗？有没有需要的家人？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你打个一字，我给你们，临时做一下链接，可不可以？好吧，要上吗，易总？上吧，上。如果我的家人们既然来了，就是如果我有家人们需要冬天特别冷需要的啊，家人们，但是是变频的啊，是变频的，对，变频的哈，是变频的哈，一级能效变频的哈，不是定频的。外机有的哈，这个是外机哈，这个是外机，荣事达，好吧，荣事达哈，国民老品牌。那价格呢？价格的话是3000，今天我们的活动价的话，双十一我们的活动价是3699，对，包邮包安装。你这样吧，你挂个链接嘛。挂链接是吧？挂个链接，能挂链接不？链接可以挂。啊，直接一步到底吧，好不好？我们也不什么玩什么饥饿营销，也不玩这什么套路，直接给我改个底价，好不好？改个什么底价？直接改底价3399，我个人再补贴100，可以吧？反正直播间3200多个人，就3299吧。